玩具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儿。今天我的两位好朋友莉莉和甜心将到我的家里来做客。我们在一起总喜欢讨论帽子、衣服、鞋子等等的时尚搭配。我还给他们准备了奇趣蛋做礼物，奇趣蛋里的巧克力正好作为我们的茶点呢。咦，门铃响了，一定是他们到了。嗨，莉莉、甜心，快进来，我正说起你们呢。嗨，可儿，说起我们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正说我们喜欢在一起聊时尚搭配的话题呢。哦，说的没错，这是我们最爱的话题。对了，可儿，这是你新买的裙子吗？看起来真不错呀。哦，是的，它可是今年最流行的粉系公主蓬蓬裙。莉莉，你想要试一试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可儿。甜心，我的衣橱里还有一件和我同款的波点红裙，也很适合你哦。哦，我也可以试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可儿。别客气，你们赶快换上新裙子吧，我还有惊喜要给你们呢。好的，可儿，让我来换上这漂亮的裙子吧。嗯，这条裙子的剪裁可真不错，粉红色和粉蓝色的撞色设计也很时尚。让我再来搭搭这个帽子。嗨，可儿，快来帮我看看我穿上如何。来了。啊，莉莉，你看上去美呆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和这套衣服搭配的包包，我去拿来给你也试一下。哇，莉莉，你这样搭配起来简直太完美了，我要给你拍张照，一定会成为叮叮机杂志上的时尚达人。哦，可儿，我换好了。哦，甜心，你美得像公主一样。对了，尊贵的公主怎么能少了珍珠项链呢？来，到我化妆台这里，让我选一串最漂亮的珍珠项链给你戴上吧。好了，姐妹们，接下来我还有惊喜要给大家呢。哦，可儿，是什么惊喜呀？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莉莉、甜心，惊喜来了。哇，是女孩版的奇趣蛋呀。这颗给你，甜心。嗯，谢谢你，可儿，我好喜欢。这颗是你的，莉莉。哦，谢谢你，可儿。哈哈，这一颗是我的奇趣蛋。好了，姐妹们，拆蛋时间到喽。哇，好期待。先来打开我这只奇趣蛋吧。哇，整颗奇趣蛋被分成了两半，打开这一半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是巧克力，上面还有两个巧克力球呢。看看我得到了什么玩具，这是什么呢？看一看说明书吧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小花房的玩具。把花房的图纸拆开，一半装饰花房的左面，一半装饰花房的右面。瞧，花房就组装好了。再把拿着水壶的黄色小女孩放到花房里吧。哦，这是一个可爱的小玩具，让我也来拆开我的奇趣蛋吧，看看我得到了什么样的玩具呀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有黄色还有紫色。哇哦，原来是女孩们都喜欢的水晶钻戒，让我把它组装起来吧。真漂亮，我相信这个黄色的水晶钻戒会给我带来好运的。现在该莉莉拆开她的奇趣蛋了。好的，看看我得到什么玩具。哦，天哪，可儿，你看，我居然得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玩具。真是的，我们太有默契了吧。哦，是呀，今天我们都得到了有趣的玩具，还吃到了可口的奇趣蛋，和你们在一起我真是太开心了。我们也是。嘘，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搜索叮叮记爱玩具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。
记住了吗？丁丁鸡爱玩具。